所以热量也是五十倍吗？热量也是五十倍，没错。全世界最大的蛋黄酥，这个是一般版的 size， 然后它的重量是68克，然后这个呢将近4公斤，它是它的五十倍大哦。然后里面的蛋黄也是用50颗蛋黄，然后50个豆沙跟皮等比例放大，这是超可爱的。他怎么想到要做这么大的蛋黄酥？第一个是我喜欢特别的东西，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前年有做超迷你的，就是这么小一颗，像脆果子大小的，就是你可以一次吃40颗都不会变胖的蛋黄酥。然后就会想说，那个后来还好多人订哦，我们都隔年了，还有好多人来问。其实我不想要做重复的东西，我希望可以一直带给客人新的感受，然后对我自己来讲也比较好玩，所以我就今年就想说，哎，那我如果做超小的，那今年可不可以做超大的？然后所以就这个的诞生。